知我很巧耶，知道用一个假冒行政的名义订 email 给朱晴天，也不会这么搞猜疑，你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相信我？拍子拍子，我来啊！啊，朱晴天，你到现在都没看到人啊，准备开天窗啊？等一下，什么鬼门啊？你的播报时段，由我来接手。是不是有新鲜的消息好啊？我今天来这是要做新的事业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对你好奇的想法。你哪会这样讲啊？你现在想要赶紧找一个对你爸爸有帮助的媳妇。啊，不过这跟我家己子女是两项代志，你是安怎搁要参出去讲？我的退休我讲白啊。Lucky Penny， 一回来台湾就捡到这個，应该就是要对我讲，现在就是回来的好时机。Jimmy， 免得啊 ，Jimmy 叫我这么亲啦。罗志翰，咱五年无见面了呢，啊，你讲话敢需要这种口气啊？敢袂当卖过伫我面头一面去啊？我会当对你做你的助理啊，为着我是学政治的，啊，你马上是学以致用。伊咧确定伊的心，是我伫咧对一边进前，伊上好是唔通啊，凊彩就是要动就发生命。若是互伊甲我白做伙，无说你，甲伊拖落水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大仔我足巧诶，知影用一个假冒行政的名义订 email 给朱晴天，也无伊这么搞猜疑，你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相信我？拍子拍子，我来啊！啊，朱晴天，你到即摆都无看到人啊，就要开天窗啊？等一下，什么鬼门啊？你的播报时段，由我来接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巴上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